晨晨，你的麦是认真的吗？啊！哦，我有点受伤。不是，他的麦居然真的这么高。来啊，这个游戏是考验全春游家族的默契。如果说这个春游家族的默契达到一个地步之后，那么我们将完成我们五位 MC 每个人一个愿望。哇哦！这个游戏呢是你们要背身而战，我们给大家一首歌叫《失恋阵线联盟》，音乐响起的时候，每一个嘉宾都要依次唱吧，转身回来唱歌，就有点像抢树，不能重叠了。如果能完整的把唱完，要没有两个人同时唱一句的话，就过关了。太难了吧？那我们准备啊，音乐。希望春游少年给我们别添乱啊！我们这一趴的飞行嘉宾，来一起来。往上来，走了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全不开，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没有人一个人转，一个人转来。我看见林姐唱的，看两遍。听说你也曾经不开，没有人一个人转。这会儿已经唱到第二句了，对，已经唱到第二句了。他最多可以唱几句呢？两句。然后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，我第一个不转了。好。再来。再来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，半天。你说你，你说你们俩。你说你，你说你们，你说你，你说你，你说你这个人，你说你。来，音乐。棒棒棒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怎样也同样无法自拔。开心吗？你说你开心吗？会假装潇洒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我不转过来，转过来的一定是你们俩。真的吗？你有这个感觉哈？对，我有这个感觉。这个真难，这太难。这趴怎么样？这太难了。来，哇！看着太阳落，哇！你看这像不像阿拉丁神灯？哦，对，这搓出来的那个，哦，哪个阿拉丁？哇，真的像神灯，然后搓，看这个搓的烟子，好好像像，哇，像阿拉丁神灯，太阳都要落下去了。他总说只留下电话号码，唱这么多遍，第一句就还是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自拔。你说你学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。你怎去变做成一个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怎么在乎他，却被他羡慕抹杀。越恨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，到底他怎么想。他俩错了，什么意思？赢了。他俩错了，他俩只差最后一句，他早跳早撞回来了一句，不是一个人就一句吗？两句。阿拉丁救命！我错了，是春游少年是不是？对对。龙颜大怒。刚刚那一瞬间我们胜利很近了，梧桐脸色都变了。开心。这样我们难一点要不要，就看就唱一句是吧？可以。这样我们把朗朗的节奏给打乱一下，第一个露露先来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树荫你也来，不要当最后，随时随地弄我们，我们无所谓了。你说的。
可以，你就来，想唱就唱。属于你第三个吧，我规定你第三个了。啊、哦，好。他们看见我们在作弊。皇上这个舞是状态完全变了，跟着皇上跳啊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回头家。你就这样子留下过他。树荫怎么不转了呢？我觉得树荫，树荫你好可疑啊。树荫，你往头上看一下，弹幕都在骂你。哇，好多！再一个笑话。哇，这个点个赞。满屏的。树荫在骂他。点赞。点赞。点赞。啊，夜灯举起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夜灯吗？怪不得说今天就这一个游戏了。跳舞不要停歇。再来。再来。我乱来了啊！我也乱来了，我不管乱来了，不管了。哎，谁谁吧！既然大家都乱来，别怪我不懂事儿。太懂事了，真留下电话号码。好，有点太乱来了。有点太乱不完，等我，受不了。毕竟玩疯了。这样好不好？树衣放在第一个。好。可以可以，嗯，红路哥你见机行事。可以，好。那么漂亮的风景在这颤锅，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你说你却不回家装潇洒，才让我别抬手放弃他。放过心，剩下他一点什么，然后像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给他全部抹杀。越恨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恭喜大家啊！我问一下，那是干啥的？对，这是这个默契游戏的真正的开始。刚刚是热身，刚是热身吗？刚才是个热身，热了两个小时。Guess this？ 这不是游戏啊，这是个游戏。Guess this？ 你们看一下弹幕。哇！怎么又这么多骂？别骂了！御林军何在？这个游戏很简单哈。呀，又。画画啊，写东西，需要这么大一个吗？我是一个学美术的艺术生。这游戏是个叫默契游戏。首先我们会给大家一个题目，必须你们答对的人数得是我们说的人数。如果你们有一半以上答对了，那么呢，我们受惩罚，我们到这里边去临水惩罚。如果你们答对了，你们我们受惩罚。如果我们答对，如果你们没有答对的话，如果你们懂了。知道了，说不明白了，真是。就这个意思啊，狼哥你就诚实，我诚实，你就别想着答对不答对了。来准备啊，我先给你们测一下，只能有一个人答对。鲜花饼里是不是真的有鲜花？三、二、一，从红路开始。我得用一个形书，形楷。好否？周深。否，程程，五，没有，有，有，树荫，树荫，树荫，没有。我们给朗朗哥说，我说朗朗哥，你就如实回答，好好答，我们会帮助你。这只是一个热身，不是热身，没有，这已经开始了。怎么又热身？那么多热身，我俩提前说了是个热身。那圈子，你们现在来啊，正式开始了啊！所有人都向着梧桐。
要求三个人答对。范丞丞最喜欢的歌手是谁？男的，三个人是男。好，准备，红露，韩红，韩红老师，苏老师，苏明英，李荣浩，李荣浩，两位了。周深，李荣浩，啊，朱树一。你每次都在我这儿，我。为什么不喜欢周深？说，我要听。说一下为什么没有周深？周深的歌不好听吗？调太高了。我跟荣浩哥是一个调的。